天捉迷藏给你们玩一个大套路，看到这个箭头没有？这边全是西瓜，我地瓜今天变成一个大西瓜。当然我才不会蠢到变成大西瓜呢，我要变成仙人掌藏在箭头里面忽悠可乐。可乐我躲好了哟，躲好了，躲哪儿了？哎呦我去，你看箭头，这是为你准备的小箭头。箭头的可还行啊，我去啊。对，我就在这里呢，能找到哪一个是我吗？怎么这么多西瓜呀？这不是夏天了吗？请你吃西瓜呀。你这是想让我吃拉肚子呀？你这么多西瓜。哎，好不好吃？你可以尝尝看啊。哎呦我去，你给我西瓜踩了。你给我西瓜踩了干啥呀？瓜哥，我看到了，你肯定不是这西瓜，你是不是西瓜中间的易大官？哎，我不是啊。我不信。还真有个易大官啊。哥，你难道你真的是西瓜？我真的是西瓜呀。你慢慢。你不骗我啊？那我肯定不能骗你啊，是不是？西瓜，大西瓜，大西瓜。哎，这西瓜也太多了吧，我这吃到什么时候啊，这得吃瓜群众啊，这是啊啊啊。等一下可乐，我家西瓜结不结实 啊？我看你丢了好几个都没丢烂嘛。我怎么可能丢不烂、西瓜砸不坏了吗？这怎么结实啊？啊，我砸不呢，我开枪还不行吗？啊气急败坏了，兄弟们，天线宝宝气急败坏了。哼，瓜哥，不就是西瓜坑吗？你看我的 ，fine 哦！哎呀！哎我去、啊，西瓜都推了你呢！我是仙人掌，其实。你个骗子！